抱抱我吗？对不起。你们班不是结业聚餐吗？你没去？你喝酒了？要不要给你叫个车啊？梅老师，我一共送过你36张明信片，18份礼物，1400多条短信。你喝多了，咱们出去说。79封邮件。之前那些礼物，你不收没关系。但今天我结业，这是我送你的结业礼物。布谷鸟的寓意是传授真理的人，像你一样。我只输出知识，你说的这些跟我无关。知道我喜欢你，对吧？那你知不知道这种喜欢已经变成一种骚扰了？你真的一点都不喜欢我吗？是我长得没有他们好看，还是我不够优秀？如果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，为什么要偷偷替我交学费，还骗我说那是至少的奖学金？为什么要给我那么多鼓励？你知不知道我是靠你才撑过来的，雷老师？我给你鼓励是因为你过分自卑，给你奖学金是因为我不希望我的学生因为交不起学费而中途辍学。郑倩，你不要再把你那些无聊的爱情幻想捆绑在我的身上，我们之间过去、现在还是未来都没有任何可能。一个请求，就一个，你可以抱抱我吗？是失职的，也是失败的。对不起郑倩，也对不起他的家人。那天晚上发生什么事可以证明一下吗？